在兰米狗也是开始投的，球出现是两好球一坏球，这个角度来看，这自打球应该是，哦哟，直接下去了，这个、很痛、哦。哇，投手都要很要求这个投球的品质了，进垒的角度啦、质量啊，都要，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谨慎才行。哇，又来了一个自打球，深卡，嗯，这回打中，看看深卡球，哦，都差不多位置呢。